时想办啊？那个看你时间吧，我都行。那就下周吧，找一天。嗯。行吧，那就有事打电话。那个没事也可以打电话，我随叫随到。不是你别哭啊！你要是哭我也哭了。我跟你说，这男的要是哭了呀，吓人啊！地动山摇的，你驾驭不了。谁为你哭啊，渣男？这话有点狠了吧？扎心了啊，兄弟。对，以后就是兄弟了，好兄弟其利断金。那你说咱俩是不是应该再拜个把子呀？啊，烧柱香，啊，磕个头，拜个天地什么的。别贫了你，赶紧回家吧，回你们家去。我把这拿过去行吗？不行，就这个不行，这是我的。你不是颁给我了吗？什么时候？你忘了得了这奖回来那天晚上，你把它颁发给我的。你也试试啊。嗯。哎，这卡不住。一二。要跑了。这合着礼拜里我就得了一酒瓶起子了。你也我要把这个奖颁给我的老师，我的偶像，哎呦呦，我最信任的爱人。获得本届最佳老公奖的是薛以明先生。噔噔，太激动了，我激动都快流眼泪了。希望你再接再厉，好爱我，不要辜负粉丝对你的期待。对不起啊，辜负你了。快点，还剩一箱，薛导自己带走啊。哎，好，走吧，咱俩走吧。上车吧。行了行了，别在这煽情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不是，要不你留下吧。拿走吧，拿走吧。你不还得开啤酒吗？谢谢。有啤酒起尊，我撤了啊。嗯。啊，对。你二十。曾经一路陪伴，看尽世界，别放弃，却终究决定不再同行。你干嘛呀？出门欢送你啊。那我回歇着。不是，你确定今天你能给那屋里刨个坑睡觉是吧？
那你还跟我回去收拾去啊？别逗我行不行啊？我反悔了啊！好，再见。走。那些疲惫的、痛苦的、曾经的，都将变成过往。就像清风吹过麦浪，回到最初模样，又能边走着边笑着边想着你出现在前方，又能边走着边笑着边想着你出现在前方。走着边笑着边想着你出现在前方。来的是不是特别不是时候啊？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我的方案被我们公司采用了。你上回批评我，批评的特别对，我就是给你送螺蛳粉。我想吃螺蛳粉，我自己会叫外卖，好吧？没事，别老往我们家跑。但是外卖没我快啊，这还热乎着呢。趁热吃口。房门口吧。你去哪儿啊？我陪你一起。别跟着我。建华也从这儿干起来了，可以呀、啊，剪兵。不认识我呀？那电子表上面写的20:34，你不穿帮吗？哎，赵俊，谁把这电子钟放那儿了？这不早上吗？你们写的晚上8:34、35的，糊弄我呢是吧？撤了，所有东西都结束了。嗯。刚那女孩脸上几根头发？你看着没头发。不同意就这么着吧，开心不开心？开心呀、啊！我们是一个 team， 一个整体。其实这个搭档啊，还有这个战友啊，其实都不重要啊，关键是他是我老婆。小心啊！这边。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这儿风景好。再好看的风景。看久了不都一样吗？不就是车、桥、大楼、大屏幕。这天台可以看到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夜景。你看那些大屏幕啊，能在这些屏幕上出现的广告，都是最厉害的。其实我有个梦想，
我希望有一天我设计的广告也能出现在这些大屏幕上，那我就此生无憾了。祝你早日实现。其实小时候我特别讨厌广告，我觉得这些广告就像病毒一样入侵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但是后来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走夜路，我看见那公交站牌亮着灯，我突然就觉得深夜有广告牌亮着其实也挺好的，至少让黑夜没那么可怕。大家讨厌看了是那种又丑又聒噪的广告，广告也可以拍得很美很艺术，很有感染力啊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准备好啊，准备好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看！哇！这导演太厉害了吧，画面流畅，节奏张弛有度，完全把这产品的这种高端感给拍出来了，佩服佩服。真的，你看这构图，这画面结构啊，这光影，这视觉冲击力，你就说好不好吧。让我由衷的想喊一句，监导你是最棒的，监导棒棒的。哎，你们都看见了吗？这广告他拍的，他叫煎饼啊。别喊了，再喊我都要吐了。怎么样，心情好点了吧？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，你喊两句。真的，你相信我，你喊出来就好了。锦兵，长路漫漫，离婚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去了的离婚，去了吧，离婚！有病吧你？怎么那么幼稚啊？我妹是。哎，你还有妹妹啊？是不是跟你一样漂亮啊？跟你一样欠揍。简双，你干嘛呢？赶紧上场了。知道了，马上来。
还有个妹妹，嗯，十七号，她是谁呀、啊？她是咱们学校唯一的一个女投手。哦，这因为咱们没有女队，所以她只能去男队。哎，你知道她舍友问她为什么选冰球，她怎么说吗？因为喜欢。她说啊，因为看冰球的人少，清静。请问 VIP 病房怎么走？走廊一直走到头就是。好，谢谢啊。喂，查必须查，哪个不要命的把人打成这样？报警，现在就报警。光天化日之下的还没有往返。好，知道了。嗯，拜拜。醒了，是你啊！这种时候除了我还有谁管你啊？你老婆都被你作没了，难不成你让我告诉你七老八十的老妈老爸过来陪你一块住院啊？哎呦别，千万别的啊！谢谢啊，梁爷。医生不是说你是轻微脑震荡吗？这胳膊是怎么回事啊？应该是摔倒的时候戳了一下吧，这醒过来这手就成这样。这给谁点赞？疼不疼？能不疼吗？到底是谁打的呀？你看清楚了没有啊？脸长什么样记得吗？没看见。我记着一头盔。头盔？不知道是个飞行员呀，还是个坦克兵。好像是黑猫警长啊！我抽你！不是骑摩托，你知道吗？一身黑。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最近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又睡了什么不该睡的女人？不能吧？你呀，这就是报应，活该！我都这样了，您能不能就？别寒碜我了，哎呦，胡总，慰问我的人。哎，胡总。哎，薛导。哎，怎么样了呀？听说您住院了。哎呦，这，江湖上传说是不是都把我给传残了都？没事儿啊，放心，没事儿。啊，那严不严重啊？您这得住几天院啊？不严重啊，小事儿啊。说是得这住三天院吧？哎呀，哎呦，这么长时间呢？那看来可够严重的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不耽误事儿啊。你说怎么了？不是，
咱那个片子客户那边给我打招呼了，说这周可得交片啊。不是老胡啊，这我现在在医院里躺着呢，你怎么着也容我个两三天呗啊。哎，是是是，我知道您也不容易，那我就问一句啊，您在这个病房里能不能剪片子呀？哎，胡总，我是珊珊呀。哎，是这样哈，老薛呢，他现在是右手打着石膏，左手打着点滴。就算我们这病房里头能剪片子，我也不能让他拿脚给您剪呀，是吧？那咱这片子怎么办啊？您放心吧，我亲自盯着，结果保证让你满意，行了吧？哎，得嘞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好嘞，胡总，我们这边来人了啊，先不跟您聊了，咱们下回再说啊，拜拜。这帮甲方，平时没事的时候导演长导演短的，嘴比谁都甜，出了点事连装都不带装的了，这缓两三天能怎么着？以后这种没人性的甲方咱不伺候，给他们拉黑。真够可以的，我这还以为人家是慰问我。哎呀，不，哎，我这点赞的首饰送给你了，梁爷。倍儿狠，倍儿社会，还刚才。废话，这客户都是我一个一个拉来的，大不了我再拉几个呗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话是这么说啊，但这活怎么办啊？咱跟人签合同了。得了，你啊，你给我办出院吧，啊？哎，你给我躺好了，趁这机会，你就好好给我反思两天，看看你是不是伤天害理的事做太多了，遭天谴了。走啊！对呀，我剪片子去。你剪什么呀？我剪好了，拿过来给你看。等你说行了，我再给他们，行了吧？大不了多跑两趟。哎呦，辛苦你了。别废话。哎哎哎！啊？干嘛？那什么，那个，这我这上趟厕所。嗯，薛一鸣。不是，那你帮我叫一人行不行？行了，我给你找一护士去。哎哎哎，找一最漂亮的小姐姐啊！哎，好嘞，给你找一最年轻、最漂亮的啊！等着。你办事我放心啊。护士，哎，来喽！哎，就您了，来。想上厕所呀？来，赶紧起来走吧。梁珊珊。怎么样啊？放心吧，没什么大事儿，还喘气儿呢。那我走了，我去朋友。行吧，我们已经报案了，到时候有什么事我再跟你说。嗯，走了啊。嗯嗯。经理，这两位是龙竹派出所的民警。哦，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那个郝俊杰是你们球队的吧？啊，是。我们先找他了解一下情况。稍等。啊。郝俊杰，你过来。这个摩托车是你的吧？是我的。啊，怎么了这是？这周的作业呢，希望大家在周五之前都交齐啊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那我们就下课吧。范老师。加微信呗。听说您是流浪小动物保护协会的，我们也想参加。好啊。
老师，等会儿，这不是你的微信啊，这是一个大群啊。对啊，流浪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大群，啊，这个群里活动多啊，你们可以多多参加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要不再给你们多布置点作业吧。不用了，不用，谢谢老师。老师再见。喂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川江市公安局龙竹派出所，请问是方工吗？派出所。听得见吗？干什么？咱们还得被关多久啊？这才多长时间啊，待不住了。你就放心吧，你是从学校被带走的，你就过不了一会儿就过来捞你了。行，我就捞完我，你就自个儿想办法吧。我跟你们一块走啊。不可能，他是我舅，我就只捞我。那他还是我方老师呢，扣扣搜搜。那我也不能让我姐知道，我姐，你就不会告我姐吧？慢慢吃啊，今天管你饱。哎呀，你看你，这还有呢。哎，山。你晚上要是不陪客户，能来找我吗？哈喽，哎，你好，您这是？啊，这个流浪猫，我来喂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特意到这儿来喂流浪猫是吗？哎，您是住这儿吧？啊，对啊。您是薛明的太太？嗯，我是。太好了，来自己吃啊。哎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方木，我来是向您道歉的。我外甥郝俊杰今天把您先生给打了，我本来去医院想跟您先生当面道歉，但是您先生说休息了不想见我，所以我就厚着脸皮来找您，看您能不能帮个忙，通融一下。你外甥把我老公打了是吧？他还是个大学生，不懂事儿。他要是留了案底，他以后就出不了国了。我们愿意赔偿，真的。我有单位，音乐学院教书，啊，郝俊杰是我学生。我就说这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呢？郝俊杰，你外甥打冰球吗？打呀。啊，您怎么知道？他是自己作案的呀，还是有同伙？哦，那个警察说是两个人作案，我问了他半天，他死活不肯告诉另外一个是谁。我知道是谁，不好意思啊，您不用跟我道歉，没准我还得跟您道歉呢。啊，走，处理一下。好好好。哎，开您车，开我车。我的车吧。哎，好。我一个人把事儿对付了就完了，你跑来干嘛来了？我是那么搞的人吗？凭什么让你一个人背锅呀？有难不得同当吗？还有难同当，你真好意思说，都是你惹出来的事儿。干嘛呀？你下手那么重啊？我也没想到，太他妈弱了。不会真打坏了吧？打坏了也不找你负责。我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带你过来了。打人的是我妹妹，被打的是我老公。那个警察同志啊，这事儿跟我们家郝俊杰真的没有什么关系。啊，这个郝俊杰他不是同伙啊？不是，他是个老实孩子，也是好心。说实话，他也是受害人。啊，对，替我妹妹背锅的。算你够意思，都这样了也没把我供出来。人性经受住了考验。去，用不着你表扬我。您看这样行吗？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，哎呀，他肯定会原谅我妹的。小孩嘛，不懂事儿。咱们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结案了呀？因为毕竟还是两个学生。对，这样吧，那既然双方呢达成了这个和解的意愿，在这个调解书上签个字。哎，
原则上不让带钱的，得当事人亲自签字才行。好的，不过当事人现在还在医院呢。警察同志，我多嘴问一句啊，这俩孩子不会留案底吧？怎么还不出来啊？这是。哎，出来了。哎，你们俩都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可能闹个血，要不是人跑到医院去替你求情签字，你竟然是冲我来了。快跟人道歉。谢谢蒋明姐。啊，不用谢我。怎么了你？不认识我了？姐，道个歉。对不起，没让你跟我道歉，跟人道歉。哎，不用了，事儿都过去了嘛。再说他们俩都是孩子。要不带他们俩去医院跟您先生当道个歉。要去你们去，我可不去。不是建生，你这就不对了。虽然说你来自首态度良好，但是打人是不对的。我自首又不是因为我做错了，我是不想让我们队长替我背锅。饿了吧？饿了。没问你。饿不？有点。那个方老师，这事儿是我不好意思，孩子们肯定都饿了，请你们吃个饭，咱吃饭聊吧。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在里面都没给他供着。上车。上车。你添麻烦了啊。吃饭吧，女英雄。来，吃吧，来。这一天没吃了吧？啊。那个方老师。啊。我跟你和俊杰道个歉，这事儿是我妹妹不对。郝俊杰。嗯。以后离简双远点儿，他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听到没有？人跟你说话呢。不好意思，不懂礼貌，这孩子我没教育好。简川，我问你一句，你为什么要打你姐夫啊？他现在不是我姐夫。方老师吃吧。简川，这顿饭你买单啊。那个简女士，你平时工作是不是都特别忙？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拍广告。哦。主要时间特别不固定。嗯。哦。其实我对简双的教育也是想干嘛就干嘛，只要不做违法的事情。我可没违法。你没违法，轻伤二级以上就是刑事案件了，和解都没用。我说没说过你已经上大学了？不要老让我给你擦屁股，收拾烂摊子。咱俩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行吗？不是，那我也没让你去局子里捞我呀。那你回去蹲着吧。哎，不是，吃饭吃饭吃饭。吃吃吃。我知道我打人不对，但我打的也不是别人啊。薛远明干那事不该受的惩罚吗？那现在没人惩罚他，可不得我来吗？哎，那你惩罚他，你怎么进去了？简双，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你自己费多大劲考上音乐学院？说打冰球也让你打吧。哎，你这个打架解决问题这技术是不是打冰球的时候练的？不是，简双，你姐说的是对的，打架确实解决不了问题。我跟你说，你打冰球就已经够耽误学习的了啊！以后你毕不了业，找不着工作，别找我来。我不会拖累你。嗯，好。简明姐，其实这事儿跟打冰球没什么关系。简双那么做也是为了您。闭嘴。
要累了就歇会儿，来来来，吃点。给。今天这行为真是太不应该了。你今天要真出了事儿，怎么办？你对得起你爸妈吗？你爸妈当年放弃了国内这么好的工作，去国外从头开始，他们为了谁呀？不就是为了你吗？给你去铺路。你整天跟那帮打冰球的人混，没用，没结果的。没结果就不能享受过程了吗？没结果的事享受什么过程？你就不能把时间放在一些有结果的事儿上吗？那什么事儿一上来就有结果？你别给我扯这些，我就跟你说一件事儿。作为一个音乐家，是不是你的梦想？你这么多年的努力，是不是为了实现你的梦想？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这是我们全家人的事儿啊！全家人为了你付出了这么多。还有一个事儿，我得提醒你啊，简少那姐妹俩，离他们远点儿，他们一看就不是一般人。不是说他们不正常，只是说他们姐俩的相处方式跟我们家不一样。他不是故意坑我的，我知道。一看那孩子呢，也不是坏人。但你做事儿总得为自己想想吧。人这一辈子，要想有所成就，就必须要付出一些牺牲的。这个退赛退车的事儿，你可答应我了。别忘了。嗯，别找呢呀！你不穿着呢吗？你怕什么？小时候光屁股我都见过。我26了，我哭个。我收了一个快递。礼物啊，给我的。谁给你的呀？来看。好看吗？你就说多少钱吧。过没过500？300。3000。3000。前面，别让你爸听见了。妈，老盛的小金库被你找到了。他那些小金库的钱搁哪儿？我门清。哎呦！再说了，我这吊牌我不摘，同学会完事儿了以后，我就把它退回去。你要参加同学会啊？啊！怪不得穿那么美。你就告诉我，看着高不高档，有没有品，贵不贵？我好好看看。嗯，你看，你比划比划。贵倒是挺贵的，但是。您穿上不太好看呀、啊。妈这个年龄啊，岁数大了，其实穿什么都不好看。20多岁的女孩，就算披个麻布片儿都挺好。妈，不是那意思，我说衣服没说您。我也在说衣服，我悟出来了，我这个年龄买衣服就得买贵的，得讲究品牌和质地。让人一看就觉得这人，嗯，生活质量不错，过得挺滋润的。妈，嗯，能让我洗澡了不？啊、哦，洗澡。花3000块钱买条裙子，老盛知道不吃了你。